这个结节呢，也是一个原位癌，就已经可以定性它是是原原癌位癌，了这个唇膜玻璃结节里面有血管，拿手机我给你照一下吧。我有，我手机上也啊，有就不要有，照就这啊，对，就个这个。有电子结节比较小，你就观察吧，就观察哈。对，定期复查。因为我在深圳，他们都叫我即刻手术。他手术了，就是考虑他还是原位癌嘛，但是我认为这种没危险，你可以再观察。再观察哈。就是半年吗？半年查一半次，年查一次啊，哈。好吧。给了你一个主任的微信，有问题可以在这里咨询。深圳来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就在这，好吧？好。